2023年1月10，应该是13号吧，应该是十三，晚上，没有啊，14哦，2023年1月14，2023年1月14晚上凌晨12:13。等一下，我要来切蛋糕。我一样先烫到，然后切，这样切面会好看一点。Go。哇哇哇哇哇哦！它是把那个啦，把那种卷虎皮卷，这也是很好啦。这，OK， 我觉得最后吃的这个超普通，普通到超普通耶，那没有到很好吃，很失望。幸好我昨天吹蜡烛不是吹这一块，不然我应该会有点难过，然后有一点生气。幸好昨天那个白色那个结果真的是野粉，虽然有点不爽，但它的里面还蛮有层次，然后算蛮好吃。我天啊，算蛮好吃的，但这就真的是普到一个不行。